斗宗的灵魂印记，还真不容易破解。这是，接住。 三千雷幻身，此法修成能凝雷幻身，其实力可与本体相仿。本体不死，幻身不灭，威力堪比天阶斗技。竟是凤雷阁的镇阁之宝。欲练三千雷幻身，需先将三千雷动修炼至最高境界。分身，这要是修炼成功，一个斗宗化成两个，与人战斗就二打一，同级中谁能胜我？ 难怪我身怀三千雷动，会令沈云那样愤怒。原来三千雷动跟风雷阁的镇阁之宝有这般关系，多亏了沈云这老家伙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这等隐秘。我倒要瞧瞧是如何难修之法。这雷只有古怪。 这些符号似乎有很多缺陷之处，是三千雷幻身不假，但为何看不出修炼之法？难道这只是三千雷幻身的一部分，其他部分被风雷阁分开存放起来了？外面怎么了？ 在前面这片山脉中，我感应到了血雷印记，它就藏在这里。这一次一定要杀了萧炎。萧炎，沈云，你给老夫滚出来！这两个老家伙来的倒是快，现在走一星来不及了。两名斗宗强者围攻，即使我们低妖怪相助，恐怕也无法安然而退。小家伙，区区两个斗宗，就让你紧张成这样？听我前辈。 为了抓我一个无名小卒，来了这么多人，沈长老对在下真是恨之入骨啊！小子，等你落到老夫手中，自然能让你好好感受感受老夫的恨意。小子，这次老夫都要杀了，你还怎么逃？两位不将在下置于死地，是绝不会罢休的。两位的命，就由在下收了吧。 快飞了的小子，上！你跑不掉了，走！是的，等我。
我说过，凭你这四星斗宗的实力，想要废掉我，还不够资格。没想到，你竟然还有着一个斗宗级别的傀儡，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斗宗，这怎么可能？ 击杀这小子，到时这具斗宗级别的傀儡便送与你们洪家。哼！沈老放心，一个低阶斗皇，交给我便是。你敢？韩赤，你若胆敢相助萧炎，我风雷阁便灭你韩家满门。 出手便是。 你们这些混蛋，就只会引多起手吗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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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这不是你自找的，今日便让你瞧瞧风雷阁的秘法——雷神降临。 这大树，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，也要以付出代价。地雷锤，给我死！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。 那就借我最后一招，六合游身尺，烈火！太阴，怎么回事啊？ 四星斗宗的实力，想要废掉我，还不够资格。
想到你竟然还有着一个斗宗级别的傀儡，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啊，斗宗级别的傀儡，这怎么可能？击杀这小子，到时这具斗宗级别的傀儡便属于你们洪家。哼，沈老放心，一个低阶斗皇交给我便是。哎，你敢？韩赤，你若胆敢相助萧炎，我风雷阁便灭你韩家满门。Yeah.
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？去死！这里摧残时所遗留在体内的。谢小姐，我们洪家家主有请，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做梦！错的斗气融合技，只是很可惜，因对我没用。既然动手了，自然不能轻易离去。他们便由你来处置吧。小严小兄弟，你可得小心了，我这九转风油步是我的成名之技。此子很强，即使二弟与他生死相对，
我们进入空间虫洞多少天了？16天了，再有几日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了。多谢了，控制厄难毒体的所需之物算是备齐了，但我担心6阶天毒蝎龙兽的火候难以达到最完美的驱毒效果，保险起见我们还是要找到7阶魔核才行。你决定便是。哎，我这朋友还真是尽职尽责。顶替我下船去推。